林正，你这个赖皮鬼，你走啊！我们出门了，出去玩。出门吧，出门吧。来，今天20。走吧，出门吧。走吧。小男孩，小男孩，走了。林正，林正，林正，不是最喜欢出来玩吗？走吧，走了，林正。走呀，咋不叫了呢？林总，我们来停车场溜溜，快点下来，快下来！这回看到真的车了，不是从窗户向外面看看到的车了。我感觉他有点在发抖一样。走，回家了，走，走了，林总，你还终于走了，哎呀妈！想赶紧回家，知道回家好了。不是他怎么还回头看看呢？看谁呀、啊？看我吗？看看你们有没有跟着他？咋跟狗一样？走了，Angel，没事，走，走了，Angel。这不记得家门了吧？Angel，过来这边。那不是家，过来，过来，Angel。他是把那个变成家门了吗？Angel，Coffee姐姐要等你哦。Angel。林总，回家不？哎，这位兄弟，林总，你不走，我就出去了。林总，你小脑袋瓜里不知道在想什么呢？回家吧，不进去吗？是不是想进去出不来？过家门而不入，就这么走了？哦，不走吗？林总，走 ，Come on， 林总，林总，嘿，林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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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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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来！嗯，嘿，他好喜欢这个姿势，我太可爱了。这个小朋友，这个小朋友去哪儿啊？他好像还是不太能离开这块地。想出去不？嗯，想出去不？外面我看见很奇怪。他在呼噜吗？嗯，他感觉还挺开心的。那试一下走出这个大厦，看看外面吧。我们刚刚已经成功了一大半了，都已经走到车库 security 那里，就已经到门了。呀，已经可以出去了。其实，我不走。要去哪儿？要去哪儿？要回家吗？来，再来一次。要回家吗？回家了，不走了。哎呀，你赶紧回去。就想在外面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哎，你看，什么情况？这是赖皮鬼。这个赖皮鬼不走了，是不是？不走了，放你走。不走了，是不是？非得走出这个门，走，走，放你出这个家门。哇，哎呀！出来了，林总。我们见到了外面的世界，冷，
情。他就应该慢慢就好很多。我们回来了。终于想问他，好，积分对吧？完成。